看一下，对。谁呀？哎，背包是陈奕迅的背包吗？对吗？因为它是叫你的背包，它叫你的背包。我的，然后如果是我的背包的话，在 VIP 里面，好不好？因为他写背包啦，反正不管是不是有背包，就先唱再说，好不好？陈奕迅的歌曲，掌声鼓励我们的贝斯手。